成上下两个部分，按照顺序取出一部分的头发开始卷。螺旋卷法，卷完一个放开，然后再继续卷。每次取的头发量都要一样多，按照一个往里卷一个往外卷的方法，卷完下半部分的头发，然后开始卷上面的头发。按顺序把全部的头发都卷上。然后用手把卷打开，按照从下往上的方式喷上定型，然后就完成了。